岁末年终到了，想让家里换个新气象吗？快来到远东百货，这里有各种家电以及家饰，还有好礼满满的新春福袋哦，让你过个好年。远东百货在新春前夕回馈消费者，推出岁末新春优惠活动，有超多家电和家饰可挑选，包括居家使用的 Dyson 吸尘器和料理必备的飞利浦万用锅，影视效果绝佳的 BOSS 影音设备，还有美丽应景的留园、居里名店琉璃百事屏等，自用送礼两相宜，想要除旧布新，快趁现在。我这次是想要来帮家人购买吸尘器的部分，来了之后发现品牌啊提供的优惠，我十分的有感，想要把所有的家电一次买齐。像我之前有买他们的咖啡机，他们不只有一个满额赠的好礼，那之外他们还有送这个礼券的部分，保护也都蛮完善的，觉得他们这次的真的蛮有诚意的。板桥大圆百及圆百板桥中山店更于1月18日到2月9日推出超强限量新春福袋，让你大奖拿不完，送出知名品牌按摩椅以及 iPhone 手机等超值好礼。板桥大圆百的部分，我们在活动期间凭圆百 APP 消费满1188加1000元现金，那就可以购得好运袋一份。好运袋里面的奖项除了商品券之外，那最大的奖项则是 Ocean 的 UDiva 3按摩椅一台，其他的奖项有相应的小家电六件组、飞利浦的咖啡机以及苹果的 iPhone 手机多项好礼。那板桥中山店今年推出的是中奖率超高的福袋，限量300份，有30个中奖机会哦，整个中奖率高达 10%。 最大的奖是 Tokyo 按摩椅，以及次奖的部分则是苹果的 iPhone 手机以及 Panasonic 的除湿机等诸多好奖。在除夕夜当天，会是从早上11点到下午的6点，初一到初五的一个部分呢，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半，一路到初六才恢复正常的营业时间。还等什么呢？年节前夕快来到板桥大圆百和圆百板桥中山店买家电家饰，拿福袋大奖，保证让你满载而归。